大家好，这里是山姆达的道场，我是山姆达，心理咨询师，身心灵疗愈师，也是佛教、道教法师。我们的传承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，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儒教、佛教和道教。同时，我们跟全世界各个正信宗教都有特殊的缘分。我们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了传统通灵术协会 Traditional Psychic Association。 我们可以帮助每一位朋友跟自己所在的正信宗教的神明直接对话。我想每一位朋友在探寻人生宇宙规律的过程当中，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经文，同样的问题，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答案。那到底谁的理解和答案是最正确的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问自己所在的正信宗教的神明，他们会给大家一个最正确的答案。山姆达格道场发愿立足中国传统儒释道，希望能够为全世界各个正信宗教的正法传承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也呼吁全世界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积极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呢。